上期啊，我们在做那个小迅龙150的时候就说，现在啊150的车款好像已经被遗忘了。那这期我们为什么要来做一个155排量的铃木极客萨做什么呢？难道是因为它排量大了 5cc 吗？其实别小看这 5cc 啊，未来那个新的免购置税的事情就轮不到这台车了。那是不是这个车看起来是一台跑车就很牛逼呢？啊，其实也不是，因为这台车上市的时候就被吐槽到爆。根本原因是什么呢？根本原因就是这台车我们体验过之后呢，我们发现它这台车的综合实力把很多150车款都能干翻，包括一家啊那台口碑很好的本田幻影150。那即使是这样，我们对这台车呢对这台来自印度开发的这个极客萨155啊，还是持悲观态度的，可能会是一台叫好不叫座的车型。我们先说叫好的地方啊，叫好的地方肯定不用说，第一个呢最重要的就是发动机。这台极客萨它的发动机实际排量呢是 154.9cc 这样一个风能的五档发动机。这个发动机哈，它的排量要比我们常见的150车款呢它要大了 5cc。 这个 5cc 呢以后这个刚才说了，就是它的免税政策可能这台就享受不到。上市的时候哈，这台发动机就被吐槽得很厉害，就说什么年代了，还是一个风能的，还是个五档的。而且在数据上呢它也不是很出彩，它的最大功率呢只有 10.4 个千瓦，最大扭矩呢也只有14个牛米。要知道现在很多国产的150都做到了11个千瓦，那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子呢？其实这台发动机哈，这台15的发动机它在150级别这个感受里面表现或者是感受都是特别好的一台发动机。第一点呢就表现在动力上，我们拿回来之后我们直接就做了个性能测试，它跑出来的百公里加速成绩是多少呢？15.99 秒，其实就16秒啊。它要比那些老幻影150啊、春风 150K 啊，包括我们上期做的那个小迅龙，它都快了一秒多，听起来好像感觉差距不大，但是关键是0到100它所需要的这个距离啊，它要比那几款车缩短了80米，这台车呢是273米。它的极速呢也达到了120公里每小时这样一个 GPS 的速度，表显呢是128，那些车只能达到110多，所以说它的动力储备是明显要优于刚才我们说的那几款车的。但是要和雅马哈的 R15 啊，还有就是那个 GPR150 去比的话，那个动力差距还是有点大的。这里要重点说一下一台车哈，就是本田的 CB190 啊，因为考虑这台车子的车友呢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参考190，190它那个数据呢是12.9秒，所以说在动力上这台车和本田的190其实是有很明显的差距的，一起马上就能感受出来。第二点啊，就表现在这台发动机的那个运行质感上啊，这个发动机它运行转起来之后呢，你能够感受到就它这个内部感觉运行阻力很小的样子，而且很轻盈，在震动的这抑制这一块呢也做得很好。加上它这个长行程的这样一种设计啊，它是属于一个注重中低转，就是这个扭力输出的机制，在日常使用的时候呢，它的响应呢是很快，而且呢也很有劲儿的感觉。在换挡啊，在离合器这些操作的这些部件上啊，使用也是很自然舒服，在这个级别里面它是属于比较好的那种。在油耗的表现上啊，这台车它的油箱呢是12升，我们测了一箱油，加满油到亮灯是330公里，当然了，我们也承认我们跑的呢一直都很暴力，我们车所谓的车都很暴力啊，慢慢开呢，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所以说我们算出来它这个油耗呢是3升/公里啊，这个可能是比较高的，如果正常骑行的话大概是在2.5左右啊，2.5到3之间，它的极限续航呢应该在是在350到400之间。
在减震方面的表现呢，在这个级别里面直接可以用非常优秀来形容，因为它这个减震的调教在这个价位这个级别里面已经是最好的了。极客杀15虽然说在减震上使用了一个正置的减震，但是要比起同级别看起来很多牛逼闪闪的倒置前叉，在实际的使用效果上要强太多了可以说是目前同级别车型表现最好的减震。这个呢也是它全车最突出的地方，在设定的方向呢是属于一个在运动和舒适中间，它取了一个比较好的中间值，有一定支撑，但是呢也能兼顾到日常使用的舒适性它只是在那个脚线的行程上呢感觉稍微小了一点。然后在大力刹车的时候呢，你能感觉到它前叉呢它还是有一定比例的这样一个下沉的，在过小坑小洼的时候非常的从容，一下蹦的一下就过去了，回弹呢也一下就完成，很舒服。我们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它这个减震的内管直径呢是40毫米，它居然要比那个比它级别高的 GSX250R 的前减震要粗一点点。在刹车的表现上同样要给一个好评极客杀15这台车呢，它采用了一个前后碟刹的配置，当然在这个年头前后碟刹的配置是这种车型的一个标配了在刹车的手感上，还有就是在刹车的效能上，包括这个线性程度上它的表现都是很到位的，表现出了一台合资车应该有的那种正常水准。极客杀在车架方面呢，它是采用了一个钻石型的这样一个车架的形式，以现在150这个级别的车型来说呢，它这个结构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去说的了，现在部分车型都已经采用了双翼梁还有编织网这样的一些车架了，但是在这个车型的参数调教上它还是有很高的水准的，就这种开起来这种轻盈度还有操控这种稳定性呢，都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水准，是一个现代车型那种很明显的这种现代车型的感受，在应付日常驾驶还有就是弯道的这种弯弯的时候呢，都是绰绰有余的。当然还是不能和雅马哈 R15 这样的车架去比，和那个车架去比的车呢是宁牧的那台 GSX-R150 那个车，在定位上这台车和那台车是不一样了。再说到定位这个问题上呢，其实这台车的骑行三角就很能说明问题了。这台车它的骑行三角它其实和一台普通的街车这个骑行姿态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可以说呢就是一个稍微前倾那么一点点的街车，而且它这个车呢，极客杀这个车呢，它本身就有一个街车的版本，这台车呢就是那个街车的版本加了一个大包围的这样一个版本所以说这个车用于日常代步和长途才是它的本质工作，而且它的坐垫呢坐起来也很舒服，反而在你需要去趴下来战斗的时候，这个姿势呢反而有些不自然。而且这个车在全车所有的设定方面呢，它的设定都不是性能取向了，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发动机，包括车架，所以说这台车它的定位呢其实不是属于一台跑车，而是属于一台带来大包围的街车或者是一个休旅车这种类型。从上面说到现在极客杀15这台车在骑行体验上在调教上的功力是非常高的，所以说在整体的这个综合水准上是超越了以前很牛掰的那台本田的幻影150的水准。以它这个级别的价位水准的车型来说呢，它这个驾驶体验可以说用无懈可击来形容，而且在质量稳定性这一块呢，我也觉得是一个比较乐观的态度，因为这台车呢它是挂铃木标的这样一个合资车，在质量稳定性上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保障的，所以这些呢都是这台车较好的地方。就我们上面所说的这些东西呢，都是要你在骑过这款车之后呢你才能够感受到的，如果你没有骑过这台车之前你看到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这个外观咋这么别扭这台车我们买回来做测试的车我们挂了10,100在找接盘侠，收到最多的反馈是什么呢？这台车咋这么丑看起来咋这么别扭其实这台车买回来当你看实车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它其实呢不算好看也不算特别丑，在工艺的质感这一块呢也是这个价位里面比较那种合资车正常的水准，就是在拍照片的时候这台车很难拍到一个很好看的照片。说在外观设计上呢，我们发现了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呢就是它这个反光镜特长得好长，看上去呢像个牵牛虫一样。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车整个上面这一块这个大包围的这个轮廓呢它是向上向上
养起来了，有点山寨的感觉，它没有一种攻击性。现在那些跑车呢都是向下俯冲的，有一种攻击性。第三个呢就是这个排气啊，这个排气管的造型呢有点飘，有点飘，远看还好很虎气，但是近看呢这个质感呢，这个缝隙啊，这个看起来就不是很爽了啊。在看上去最不协调的地方呢就是这个手把了。你说这样一个大包围的这样一个车配了一根闪亮亮的横把，是怎么看怎么不协调。还有呢就是在配置上，没有骑过这台车的时候都是看配置的，这台车在配置上除了一个液晶仪表好像就没有什么值得说的地方了啊，而且还有是一个五档机啊，还是风冷的这样骑，很难吊起这样现在的一些车友的胃口。第三个最重点的地方呢，就是这台车它在价格定位和市场的格局上，在今时今日这个市场上面啊，一台150级别的车呢，它的定价是13000多，上市的时候呢，它是给了一个12980的这样一个优惠价，虽然说是挂一个零目标，但是感觉呢还是有一些小贵的。就像我们上期说的，在这个价格，很多的车友已经在考虑更大排量的190、150这样的一些车型了，因为价格都差不多的呀。总之这台极客萨150啊，它是一台本身自身的产品力很高的一台车子，价格呢也有点小贵，它是适合那些刚入门又想找一台靠谱又好用的这样一个大包围的跑车啊这样的一个车友啊，但是呢它在颜值啊，在市场格局这样方面的一些竞争力呢不算太好，所以说可能是一台叫好不叫座的车型。顺便说一句啊，这台车如果和那个力帆 KPR150 上市的时候一起上市的话，可能会不一样一些。按照惯例，我们最后呢还是要感谢我们的视频赞助商拓客头盔提供赞助。